猴子有什么区别吗？猴子有毛，我没有。错。猴子比较笨，我比较聪明。错。不知道。猴子住在山洞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咦，奇怪，我迷路了，明明在这啊。你要去哪？我要找一条路。不会是通往我心里的路那么老土吧？不是啦，是 Ice Cream。Hey baby， 中午要吃什么？我最近特别爱吃一家店。什么店？可是他有时候开，有时候不开耶。什么店那么奇怪啊？而且他有时候开的时间长，有时候开的时间短。到底是什么店啊？你的来电。嗨。嗨，等很久了吗？还好啦。第一次约会很紧张，还特地化了妆。很漂亮哦。而且还喷了香水。你平常没有喷香水吗？有时候会啦，是不是很烧包？有一点哦。那你喜欢擦烧包吗？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们很危险。什么危险？我有一天一定会喜欢上别的男生。你怎么可以？而且我会在他身上看到你的影子，不知不觉把他当作你的替代品。你，我会亲他、爱他，24小时离不开他。既然如此，你干嘛告诉我这些啊？我希望你可以接受他。你还要我接受他？你太过分了吧！毕竟他会叫你爸爸。baby，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。是哦。我们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你都不过节的吗？对呀、可是在一起那么久了，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吧。那你想怎么过？我们今天浪漫一点吧。怎么浪漫？我浪一点，你慢一点。先生你好，你与啾啾妹小姐的合约已到期，请问你要终止合约还是继续续约呢？好，如果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的话，也可以为您换其他方案哦。去啦，哪次不去？好的，续约的话，我们目前有三种方案。第一个，续约半年，月租费每个月要关心女友、爱护女友，极享温柔体贴的女友一位。续约一年的话，月租费是温柔体贴、三餐问候、极享温柔气质、身心善良的女友一位。续约一辈子的话，月租费是照顾女友一辈子，我煮饭你洗碗，我洗衣你晒衣，极享世界上超级无敌宇宙霹雳的好女友一枚，每个月还送5天自由放风日，别的方案都没有，真的很划算哦。续约一辈子啊，我还能选别的吗？这位客人选就选，废话不要那么多哦。费用是1314520，刷卡还是付现呢？刷卡。那请在这里签名哦。baby， 我考考你。尽管考。从前从前有2个美女，4个帅哥，他们同时掉到水里，2个美女被警察救上来了，那谁救4个帅哥呢？消防队。错。警察。错。不知道。是你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救4个帅哥。Baby， 我想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每天就只是吃饭睡觉想我。对啊。啊，猪每天就是吃饭睡觉。然后呢？所以你等于猪加想我。啊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想我的话，你就是猪。Baby， 你过年有买刮刮乐吗？没有哎、你们台湾过年不是很流行玩刮刮乐吗？对呀、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种好运。为什么？有人说人的一生好运是固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还那么年轻，应该还有很多啊。我觉得我把所有好运都拿来遇见你了。什么啊，这些肉麻的情话是网络上抄的吧？对呀、情话是抄的，爱你是真的。